行政学选择题考什么？主题23，政府再造与治理。企业型政府的定义。企业型政府 Entrepreneurship Government 是指政府部门由一群富有企业精神的公务人员组成，运用各种创新的策略，使原本僵化的官僚体制恢复生机，让绩效不彰的政府机关再度有效运作。企业型政府的共同特质。企业型政府的共同特质有以下几点。一、重视成本效益，一改过去重入不重出的作风，在非管制性政策领域内设法提升其产出量，并减少其开支，以达到较佳的经济效益。二、重视绩效评估，以成果与产出为对象，进行量化评估。三、对执行者授权并课责，给予行政人员足够的资讯和裁量权，在扩大其创新的方式时，亦要求必须负起完成任务的责任。四、重视选择与竞争，采用标杆管理的方式，使机关和机关间彼此竞争，从而达到提升行政效率的成果。五、主张创新与改革，打破经验法则的制约，运用全变思维面对环境的挑战。六、主张法规松绑，授予下级或管理者灵机应变的权利，以改善被法规绑手绑脚的困境。七、主张顾客导向，认为政府不应该只从供应者的角度提供公共服务，更要从顾客的需求面来思考问题。企业型政府的十大原则。欧斯本和盖伯勒采取最佳实务研究法 Best Practice Research BPRO 以4年时间，针对美国各层级政府机关的创新改革方案进行调查研究，从其中他们归纳出企业型政府如何运作或治理的10项则。一、行速导航型的政府。政府的职能在于引导领航 Steering， 而非亲自操 Rowing。 欧斯本和盖伯勒采用杜拉克的观点，认为高层的领导和实际的执行运作应予分开，以便高阶层权力做决策和领导，而实际的运作则交由基层人员去执行。二、授权公民参与监督政府。国家与社会的所有权人既然是人民，那么公共服务的公未必全然要仰赖政府。让更多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回归给社区自主处理，其成效将更为具体，同时也实践参与式民主的价值。三、鼓励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竞争机制虽然不是万灵丹，却是疏解官僚体制运作失灵的良方。官僚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其独占的特性，会造成政府机能的僵化、保守、浪费和无效率。若让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位，无论其为公营或民营机构，彼此间形成竞争的态势，将比利于该单位提高效率、鼓励创新、反映真实需求和鼓舞公务人员士气与荣誉感。四、以目标和任务为导向，而非以法规命令为策例。官僚体制强调借由法规命令控制成员，并借此作为达成目标的主要驱策力量。此种过度管制的政府不仅无法确保课责性，反倒造成政府管理成本过高，组织成员的消极抵抗和目标一致等病症。而以目标和任务为导向的治理方式，其优点在于使政府部门更有效率、效能、创意、弹性和士气。五、以实际成果为施政重点。一般官僚机关只重投入，不重产出，其后果是政府只重视施政形式，而不重视实际绩效。企业型政府企图改变此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企业型官僚清楚知道如果已投入决定预算，各机关根本没有努力的诱因，反之，倘若预算取决于绩效，情况将完全改观。六、满足顾客需求。民主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服务人民，企业存在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利润。但吊诡的是，会真正用心尽力提供服务的是企业，官僚机关却经常无视于人民的需求。其关键处无他，即在于企业一切以顾客为导向。七、强调开源，而非一味讲求节流。企业型政府深知透过增税扩大税入已越来越不可能，因此除了一方面总结施政成本外，为了满足公共支出的裁员，还必须懂得投资心力开辟裁员。企业型官架必须养成实时测量支出报酬率的习惯，唯有如此，才能在为民与利的同时总结施政成本。八、具有防范未然的能力。企业型政府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政府，能够以远见来治理国家。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变化的速率加剧，从政者短视尽力的压力变越大，预测未来就变得越重要。因此，企业型官僚不仅要致力于眼前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对未来的需求和问题预作因应。九、讲求分权，并鼓励参与式管理。政府与民众越接近，民众便会越信任政府；与民众越接近，官员越肯负责，也越肯仔细琢磨如何解决问题，不会令民众削足适履。企业型政府深谙此一道理，因而讲求分工授能 empowerment， 让第一线的成员能够全力投入工作与民众接触，并透过工作团队的建立 team building， 提高成员的参与感。十、市场机能优于官僚机制。市场导向的政府趋势是资讯时代的直接产物。面对量流庞大的资讯化社会，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将难以做成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透过市场机能的自律调理，将可舒缓政府机关官僚化的现象。政府再造纲领。一、民国86年，萧万长先生提出政府再造纲领，其目标在建立小而能政府。二、政府再造纲领成立以下三个小组：一、法治再造经建会主办；二、组织再造研考会主办；三、人力及服务再造人事行政局主办。
三个政府再造纲领小组。一、组织再造小组，由本院研考会主办，协调内政部、本院人事局等相关机关共同办理，负责调整政府角色，简化行政层级，调整中央与地方职能，调整本院所属各机关职能与组织，研定组织设立基本规范及建立组织绩效评鉴制度等项目。二、人力及服务再造小组，由本院人事局主办，本院研考会协办，协调考试院、法务部等机关共同办理，负责改善组织文化，建立廉政机制，激励员工士气，强调参与，鼓励创新，增进机关用人弹性，建立以公绩为主的升迁考核制度，加强人员训练与职务历练，培养服务热忱及修订相关人事法规，推动行政作业程序合理化、便捷化及效率化，建立电子化政府，提高服务品质及提供单一窗口服务等项目。三、法治再造小组，由本院经建会主办，本院法规会协办，协调各相关机关共同办理，负责配合政府角色调整，研定促进或委托民间参与公共事务相关法令规范，改善财政预算制度，落实使用者付费及心力重于防弊之原则，检讨修正或废止各项不当限制市场竞争及不便民之业务法令等项目。政府再造三大要项：一、流程再造，五个核心要素：一、流程中心；二、顾客导向；三、目标取向；四、系统思考；五、资讯科技再造工程最重要来源达成三楼效果；二、充分授能；三、企业再造。政府再造运动之核心内容：一、领航式政府；二、社区自主性政府；三、竞争性政府；四、任务导向政府；五、企业化政府；六、前瞻性政府；七、分权式政府；八、结果导向；九、顾客导向；十、市场导向；四、化策略。目前行政组织改造系采四化策略，即去任务化、地方化、法人化与委外化。口诀：委任方法。一、去任务化，又称解除管制，以及政府机关不再负执行原先部分业务的任务，以节约公共资源。二、地方化，抑制原本中央机关办理的业务，改由地方政府办理，使政策执行更具当地民众期待。三、法人化，原本由政府组织所负责的业务，改以公共性质的行政法人来办理，打破以往政府 vs 民间的二分法，使政府在政策执行上更具弹性，并引进企业经营的精神，使业务推动更为专业有效率。四、委外化，又称委外办理，意指将原本政府业务委由民间办理，各国的政府改革皆把委外列为重要的改革策略，具体实施方法包括业务外包、民间投资经营、公营事业民营化等，主要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源运用的效率。美国政府再造主要措施：一、组织员额精简；二、强化工作流程再造；三、解除过度管制；四、顾客导向法则；五、运用资讯科技提升服务品质；六、授能员工法则，弹性；七、改善政府与社区互动方式；八、健全文官制度；九、建立绩效型政府。各国政府著名的政府再造措施：一、纽西兰的行政文化重塑运动迈向公元2010；二、英国的续接计划、效率小组、公民宪章、服务品质竞争、跨部会解除管制小组；三、德国的新领航行政模式、行政弹性工时；四、法国的行政现代化政策；五、荷兰的行政自动化；六、瑞士与奥地利新公共管理运动；七、美国的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 NPR 利格实验室；八、加拿大的公元2005年新制文官；九、澳洲的文官改革法。各国之政府再造的基础前提：一、行政职能系以绩效成果为主，而非仅依法行政；二、引进类似市场的竞争机制，例如民营化、组织重整等；三、落实顾客导向理念；四、政府以领航代替操奖；五、解除过时管制，精简文官体系；六、授能组织成员；七、重塑组织文化。在发现政府的十个原则对抗再造政府的十个原则，顾塞尔 Goodsell 提出：一、民众应透过选出的代议士而非企业家来监督政府；二、政府旨在服务公共利益，而非创造没有花完的剩余或养成企业家的自我性格；三、政府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来运作，而非只执基于任务的陈述；四、政府和企业共创伙伴关系应只停留在资深制的伙伴上；五、政府应该弹性和创新，但也需公开苛责；六、政府应要求绩效成果，也应尊重实践他们的员工；七、在政府中，个别的管理行为必须符合平等机会和公开检查的非私己的理想；八、法规简化虽好，但不能伤害对等待遇和正当过程的原则；九、财政限制的减轻是可以接受的，但非减少对公帑监管的条件；十、公共问题处理应有创意，绝不是对哪些获益者的百般屈就。五 C 策略，欧思彭与傅瑞奇 D. Osborne and P. Plastrike 的五 C 策略：一、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厘清目标，领航非操奖，构筑愿景；二、结果后效策略 Consequence Strategy， 评估绩效，讲优陈列；
三、顾客策略 Customer Strategy 加速回应，强化责任。四、控制策略 Control Strategy 受能成员，提升能力。五、文化策略 Culture Strategy 改变心态，调整行为。企业型官僚之行为特质，以主动创发新的任务。二、扩展专属的公共政策范围。三、表现擅长专精的领域。四、善用组织内部资源实现公共目标。五、扩展所属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六、动足机先创造优势。七、承担风险开创新局等于具备创新冒险的精神。八、擅长沟通的领导才能等于拥有优越的协调能力。九、坚毅果决勇于行动。十、政治结盟策略整合。十一、建立联盟组织团队。十二、了解趋势善用民意等于察觉并回应民众需求。十三、开阔胸襟恢弘气度。十四、优质的组织文化。企业型官僚与民主政治间的紧张关系。根据贝隆 CJ Bellon 和葛尔 GF Goer 之分析，企业型官僚与民主政治间的紧张关系。一、企业自主 VS 民主苛责。二、个人远见 VS 公民参与。三、企业秘密 VS 民主公开。四、担负风险 VS 监护公共财。虽存在上述冲突关系， Bellon and Goer 认为二者是可调和的，称为尊重公民的企业精神。治理 Governance 治理乃是各种公共及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称，它是使相互冲突的，它调和各种利益的冲突并持续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它包括正式机构与典章制度，也包含经由成员同意并符合个人利益的非正式制度性安排。治理是一种过程，一种持续的过程。治理乃是以协调为基础，治理涉及公私部门的行动者，治理有赖行动者互动而形成一种机制。跨域治理的特质：一、系统性思考，强调纵观全局的视野，因为其主张共问题的解决或公共政策的推动，不应有本位主义的眼光，反之应采取跨机关、跨辖区通力合作的思考模式为之。二、跨域治理兼具宏观与微观两种层次的意涵，分别为组织内部与组织间。三、参与者兼具相依性，参与者会形成组织网络，凸显跨域治理的参与者存在权力、资源、技术与管理方法上的互依性，促使跨域治理之参与者合作解决特定问题。四、跨域治理的背景因素是源自于后现代化的奚落。跨域治理的意涵：狭义的跨域治理指跨越辖区、机关藩篱的整合性治理作为；广义的跨域治理只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部门、团体或行政区，因彼此业务、功能与疆界的相接与重叠而逐渐模糊，导致权责不明、无人管理，借由地方政府、私人企业、社区团体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结合，透过协力、社区参与、公司合伙或行政契约等联合方式，以解决单一力量难以处理的问题。政府治理模式，彼得斯于《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书中提及四项政府治理模式。一、市场模式，该模式引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僚是理性自立的人，强调创造公共组织的内部市场化企业精神，运用企业管理技术改善公共服务品质。官僚体系欠缺企业家精神、创新和远见，因此公共组织的上层公共管理者最需要培养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如英国新右派的柴契尔夫人、美国克林顿的新治理等皆是此模式。二、参与模式，将重点置于公共组织的基层员工以及公共组织直接服务的顾客，甚至是全体公民，因协议与磋商都要跟人讲话，所以就这个咯。三、弹性模式，将重点置于公共组织的结构调整，大量采用临时人力降低成本，如纽澳等国几乎都是临时人力。四、松绑模式，将重点置于解除政府的过度管制，对于组织形态并没有特别偏好，强调赋予管理者、企业型官僚更多的自主裁量权。实质与实质与意味以公共对话取得相互解的与模式，此一模式相对于仅屈从和依赖一团体的一政治或是仅重视选举操作的公共选择，具全面和深进而可以引发公民自主意的特性。然而，实质与并一定排除一团体的运作方式，事实上公民与一团体的集体动能透过社会互动、公共对话或是相互解，而是纯然的追求自此种一团体的集体动也是一种实质与。此外，社会互动与公共对话之后，以投票作为最后公共决策机制，通常亦可或缺。值此之故，本文所主张实质与强调的是与者的与身、对政策的解以及对他人处境的解，而是排除一团体的动和投票与选举机制。总结实质参与的公共治理之意向。综上所述，本文所谓实质与的公共治之意向 images 可以扼要的如下：第一，公民与的品质胜于公民与的；第二，所谓民主的公共治就是公民治，即是与选举有关的政治人物或是永业化与技术性的公共官也皆为公民，而是治者和被治者二者阶级泾渭分明的统治过程。第三，主张公民与所要实现的价值是以相互解为基础的社会公正，而是以放任竞争与多角所达成的多益。治理的三种层次：一、向上移转，全球治理，国际组织的出现；二、向下移转，地方与区域治理，地域、地方与社区。
三向外移转：市场治理与社群治理。彼得斯 （V.J. Peters） 的四种治理模式。V. Clyde Peters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四项政府治理模式。一、市场式政府。二、参与式政府。三、弹性式政府。四、解制式政府。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主题的历史考题。行政文化重塑运动系下列哪个国家推动的政府再造措施 ？D. 纽西兰。1980年代起，世界各国纷纷进行政府再造的工作，下列哪一项不是促成政府再造的时代背景 ？D. 族群冲突危机。1990年代政府再造运动遭致若干批评，下列何者不属之 ？D. 过度僵化的制度结构导致行政无效率。1993年由欧思彭 D. Osborne 与盖伯勒 T. Gabler 合著，带动政府再造风潮的名著是 V. B. 新政府运动。下列何者不是新公共管理思潮下政府再造运动所强调之改革诉求 ？A. 多重管制。下列何者不属于新公共管理观点下的政府再造策略 ？D. 重视标准作业程序。下列何者并非市场模式之政府再造运动所采用的主要理论 ？A. 资源互赖理论。下列何者非属1990年代政府再造运动的实务作为 ？B. 人群关系管理 （Human Relations Management）。下列何者非属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所推行的政府再造运动之核心内容 ？D. 开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下列何者是欧思彭与傅瑞奇 ？D. Osborne and P. Plastrick 所提出政府再造的 5C 策略 ？A.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下列何者与政府再造连结性最弱 ？D. 去除永业文官制。下列何项不是萧万长内阁时代政府再造纲领的三大重点之一 ？B. 财政再造。中华民国政府来台后，曾先后成立数个行政革新机构。民国47年，由王云武先生所主持的是 ，B. 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世界先进国家推动政府再造内容有些不同，但仍可归纳出政府再造之共同特点。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契约雇佣制已逐渐被永业化文官所取代。世界先进国家推动政府再造内容有些不同，但仍可归纳出政府再造之共同特点。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契约雇佣制已逐渐被永业化文官所取代。以下何者为近年新政府运动或是政府再造的主张 ？B. 导航型政府。民国87年所成立的政府再造推动委员会，下设三个工作小组，其中负责改善组织文化、建立联能机制以及激励员工士气等业务者，系属哪一个小组的职责 ？B. 人力及服务小组。各国近年来积极推动的电子化政府，主要属于下列政府再造的哪一种做法 ？A. 流程再造。因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了1980年代的政府再造运动，而凯因斯理论受到挑战，引发了福利国家的种种危机，下列何项危机属之 ？B. 经济危机。在政府再造运动中，强调透过何种机制使行政人员更有弹性挥洒空间 ？B. 授能。有关利用市场机制代替直接管制，是属于美国前副总统高尔 ？A. Core 在国家绩效评估报告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中揭示政府再造的哪一项原则 ？B. 顾客至上，民众优先。有关晚近政府再造运动的主要特征，下列何者不属之 ？D. 重视公民意识的民主精神。有关发展全国性资讯系统，是属于美国克林顿政府有关政府再造运动的哪一项重要主张 ？D. 节约成本，提高效能。自1990年代以来，政府不断注入企业的精神，其中有关政府再造与组织改造的面向，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行政法人化。何人提出在发现政府的十个原则，来和欧思彭 ？D. Osborne 和盖伯勒 ？T.Gabler 所提出之再造政府的十个原则相互对峙和抗衡 ？B. 顾塞尔 C.T. Goodsell 于政府的行政革新中所提出的单一窗口是何种管理理念与技术的具体落实 ？B. 流程再造 （Reengineering） 简化运作流程。政府再造运动是引进何种机制以促成组织的转型 ？A. 市场。政府改造工程是我国当前政府再造的重要策略。你将行政院现有36个所属机关加以大幅精简，这主要涉及哪项法律的修正 ？D. 行政院组织法。政府改造工程是我国当前政府再造的重要策略，你将行政院现有36个所属机关加以大幅精简，这主要涉及哪项法律的修正 ？D. 行政院组织法。政府组织精简是我国当前政府再造的重要课题之一。行政院研讨会最近曾提出，你将行政院现有36个所属机关精简为25个的改革方案，这主要涉及哪项法律的修正 ？D. 行政院组织法。政府应该提供有效的意见发表管道，鼓励民众关心并参与公共事务，此为政府再造原则之一的。D. 公民参与。奥斯本 D. Osborne 和盖伯勒 T. Gabler 二人在1992年合撰《新政府运动 Reinventing Government 或译政府再造》一书，下列何项为该书中所指出的政府再造的原则 ？B. 重视顾客导向。奥斯本 D. Osborne 与贾伯勒 T. Gabler 曾提出政府再造的概念，
下列何者不属于两人对于政府再造内容的主张？ A. 政府财政应节流重于开源。新公共管理运动主要借用下列哪一个学科相关的理论作为政府再造的哲学基础？ B. 经济学。欧斯彭 D. Osborne 与戴伯勒 T. Gabler 提出政府再造的十项原则中，所谓政府应担任催化剂角色的内涵是 D. 领航无需事必躬亲。学者奥斯本 D. Osborne 和普拉斯崔克 P. Plastrick 在《和谐的解构科层体制 Vanishing Bureaucracy》一书中提到，政府再造有五项策略，以下何者不在内？ B. 创新策略。关于政府再造之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B. 解决财政危机为其最重要目的。企业型政府需要企业型官僚领导创新，以使部门年轻化与活力化，下列何者不是企业型官僚的主要创新策略？ C. 渐进原则。根据贝隆 CJ Bellon 和葛尔 GF Goer 之分析，企业型官僚与民主政治间会呈现何种紧张关系？ B. 企业自主与民主客则紧张关系。企业型官僚所扮演的角色不包括下列何者？ A. 领导公众参与决策。企业型政府为目前各国政府进行改革所提倡的重要策略之一，下列叙述中何者系曲解了企业型政府的意涵？ C. 引进企业化的做法还增加政府的收入。下列何者不是奥斯本 D. Osborne 与戴伯勒 T. Gabler 所接诸企业型政府之原则？ A. 建立以官僚规则驱动的政府治理 Governance 乃是当代行政学新兴的诠释途径。根据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下列何者非属该定义的基本特征？B. 治理乃是以支配为基础。关于跨域治理的特质，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D. 跨域治理酝酿自现代化的细落。下列关于跨域治理之叙述何者正确？ A. 跨域治理蕴含系统思维的理念。下列哪一项不是跨域治理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的特性？ A. 跨域治理的参与者具实质独立性，超越辖区与机关组织的整合性治理作为系指。 B. 跨域治理公共事务逐渐从行政与市场治理让渡给社会治理，下列何项叙述不符合此种跨部门治理的趋势？ D. 比较重视政策执行效率。下列何者为当代治理理论的内涵？ A. 政府与人民可以有高度合作的关系。学者彼得斯 B. Guy Peters 于《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中提及四项政府治理模式。试问就决策面而言，强调协议与磋商的治理模式为下列何者？ B. 参与式政府。有关传统治理模式的内涵，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强调公民社会的自治能力。下列何者非属全球治理的范畴？ B. 以色列总理夏隆 Ariel Sharon 将加萨走廊交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Palestinian Authority 负责接管。有关传统治理模式的内涵，下叙述何者错误？ A. 强调公民社会的自治能力。常见的全球治理作为包括政府透过代理人从事全球治理的相关事务，下列所举个例中何者属之？国际航线航权谈判由跨国航空公司出面进行，实质参与型 authentic participation 的公共治理是指 D. 公民与官员透过彼此对话及相互理解的投入公共决策。 Clyde Peters 1996归纳几种导致治理模式呈现多元化的因素，下列何者不是他所归纳之因素？ C. 致力追求放诸四海皆准的管理法则。下列何者非属公共治理之参与模式？ A. 代议政治为此模式的核心机制。下列对于跨域治理 Governance Across Boundaries 之叙述何者错误？ A. 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斥性。在全球化影响下，政府治理模式也发生转变。理论上，下列何者为全球化下政府治理模式的特质？ B. 决策网络水平化。在强调治理的现代，国家整体治理结构已出现权力移转形态，这些形态中最不包括下列哪一项？ C. 向内移转至行政管理者。有关传统治理模式的内涵，下叙述何者错误？A. 强调公民社会的自治能力。常见的全球治理作为包括政府透过代理人从事全球治理的相关事务，下列所举个例中何者属之？ D. 国际航线航权谈判由跨国航空公司出面进行，实质参与型 authentic participation 的公共治理是指 D. 公民与官员透过彼此对话及相互理解的投入公共决策。 Clyde Peters 1996归纳几种导致治理模式呈现多元化的因素，下列何者不是他所归纳之因素？C. 致力追求放诸四海皆准的管理法则。下列何者非属公共治理之参与模式？ A. 代议政治为此模式的核心机制。下列对于跨域治理 Governance Across Boundaries 之叙述何者错误？ A. 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斥性。在全球化影响下，政府治理模式也发生转变。理论上，下列何者为全球化下政府治理模式的特质？ B. 决策网络水平化。在强调治理的现代，国家整体治理结构已出现权力移转形态，这些形态中最不包括下列哪一项？ C. 向内移转至行政管理者。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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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